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62页。462页，我哋从第六行睇起。新义第十四愿，竹冈安乐愿。请睇经文，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照足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持心作善，来生我国，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第十四愿显佛光所具离生之妙德，见我光明照足其身，凡见佛光者，及蒙佛光照及之人，莫不安乐，持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我哋前面学到呢度，经常讲嘅念老为我哋解释得好清楚，佛光有冇照足我哋？有，点知有？佛光无处不照，无时不照，从来冇间断过。点解我哋感触唔到？问题喺呢度，我哋心唔清净，所以感受唔到。问题出喺我哋呢边，唔系佛光，佛光冇问题。我哋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有妄想，有杂念，呢啲都系我哋自己做嘅障碍。换句话讲，佛光冇障碍，
确实是无障碍降。我们如果将障碍放下，佛光照足，我们就感觉到了。感觉到什么呢？经常讲的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求生净土，咁系肯定嘅。如果我哋见到佛光，冇安乐感，冇慈心作善求生净土之感，咁就唔系阿弥陀佛第十四愿嘅佛光。呢啲光系阿弥陀佛放嘅光，绝对真实不虚。边个见到？有一个人，我讲出来大家一想就知了，海贤老和尚。你看他一生是不是安乐，是不是慈心作善，最后他去极乐世界了。我们从他身上体会到了，他为什么能体会到他没有障碍？我们同他一比，马上就发现我们的障碍严重，他没有障碍。贤公老和尚为我们做正传，我们要感恩。我们跟住再向下看，本经光明遍照品若，如斯光者，究灭善生，身意犹远，若在三途极苦之处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明众皆得解脱，时值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之意。光明遍照品里面这段话显示，佛光照足所得到的功德利益，如是讲，我们每个人一夜不间断，都在佛光之中。究灭善生，究是烦恼习气，我们的究有没有灭？无灭。为什么无灭？我们迷得太深了。经常讲的，我们亦略知一二。有这个概念，实际上呢未做到，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好严重，
唔肯放下，都系自己做主嘅。但系我哋要知道，如果唔放下，来生后世仍然是六道轮回，这件事情很可怕的。我们这次有缘得人生，遇到的呢是乱世，不是太平盛世。遇到乱世，我们亦不用悲观。真正修行人，他认为这是好事。为什么？太平盛世，人对世间有留恋，不舍得离开。乱世容易，乱世我们苦受得太多了，不想在这个世间，容易生起这种念头。这种念头和往生净土就相应了。所以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对人是平等的。有人在这个缘分里头超越了，是好事。我们看来佛子三圣，海贤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和贤公的母亲，他们一生遭遇的，我能体会的。为什么？八年抗战，我记忆犹新。亲身的经历，已经很懂事了。见到战争惨不忍睹的局面，小小年纪就走难，距离前线最近的时候，连枪声都听到，听得很清楚。在前线，我们向后方逃，身上一无所有，只有一套换洗衣服，一张被仔三斤重，卷成个小包袱孭在身上，其他一无所有。比乞衣仲可怜，好在嗰阵时嘅社会，人仲有同情心，有怜悯心。我哋得到嘅，每到一个地方，当地居民
见我哋逃难可怜，都热心照顾。而家冇啦，而家靠慈善救济机构。喺当时冇慈善救济机构，但系人人都有善心，都有怜悯心，知道苦啊！一生从苦难中来，冇过过好日子。咁明白净土之后，往生嘅愿就好亲切，认定呢一生唔往生唔得。如果唔往生，苦难嘅日子冇办法解脱。所以烦恼轻，烦恼轻，佛光的照益，利益就能感受到。除佛光之外，我们见到佛像，佛像是佛光的代表。我哋读到经文，读到无量寿经，阿弥陀佛光照紧我，所以展开经卷，法喜充满，这个充满就是安乐、慈善。佢里头有依据，我哋要知道嘅就系念佛人不幸临终一念错咗，堕到三途，咁嘅人好多。不是少数，他们如果念佛的功力还能保持几分，有时候还会想到阿弥陀佛，他在恶道里头，恶鬼畜生地狱，有时亦见到佛光。见到佛光，他在恶道里面的苦，苦报就会减轻，能得到暂时休息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三恶道的众生闻佛法的机缘不会比我们差，人间天上，特别是人间，边有人念佛、诵经、修行冇回向俾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嘅？我哋日日都做啊！呢种回向起作用，唔系冇作用。我哋自己粗心大意，体会唔到佢嘅作用。
如果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咁回向嘅功德，你就见到啦。你能接触得到，对我哋信心、愿心会增长。下面念老人礼赞嘅话讲，礼赞云：弥陀世尊，本法甚深誓愿，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。前一愿，光明无量愿，同烛光安乐愿是同一章。二十四章四十八愿，光明名号摄化十方，摄受众生，教化众生，又如观经云：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光明摄取正止第十四愿，我哋而家念嘅呢一愿，如此光者皆得往生，故云来生我国。睇起嚟好容易，我哋喺弥陀佛光注照之中，从来冇间断过。我哋迷得有几深，从呢度就能体会到一啲我哋冇感触到佛光注照，而家我哋应该点做？咁就要学海贤老和尚念佛唔间断果然真嘅唔间断，口道断冇所谓，心里头唔好间断。大势至菩萨讲：忆佛念佛，忆是心里头有佛，心里头想佛，念是口道念出来，我们要心念，口不念无所谓，心里头时时想住，时时想住，话不定到几时你就见到佛光了。见到佛光，你往生的愿心坚定了，你念佛不会再改动，
念佛最怕的杂数，佢唔会转日，见到经教想翻下，想学下，见到参禅嘅中意禅，见到持戒嘅亦想穿衣持钵。好唔好？好。能唔能往生？唔会往生。点解呀？藕益大师讲得好，真正往生是要信愿持名，功夫要专一，专一就能往生，唔专一唔会往生。我哋系杂修，咩法门都想，甚至外道典籍、世俗啲书，都想学下，都想睇下，諗唔起金刚经上佛教我哋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乜嘢？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通通要放下，一向专念。佛在呢部经上指示我哋净土点受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嗰、那个专字要记住，唔可以夹杂。我业障好重，我冇办法专修。我修个忏悔法好唔好？错啦！你要修忏悔法，念佛修最好。前清乾隆年间，慈云灌顶法师，佢系嗰一代嘅大德，讲经教学，著述等身，日本万族藏收佢嘅著作二十几种。佢喺观经直指道同我哋讲，我哋嘅罪业实在太重啦。喺大藏经揾嘅经忏，无论显教密教都唔起作用，你点好？灌顶法师同我哋讲，最后仲有一法能帮你参除心重罪业。咩法？专念阿弥陀佛。佢系一位通宗通教、显密圆融嘅大法师。灵严神咒冇人注解过，佢嘅灵严经注解里头，灵严神咒都注出嚟，唯有佢一家冇第家注灵严神咒嘅。
你睇佢教我哋专念阿弥陀佛。海贤老和尚常讲，佢老人家嘅口头禅：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心唔专。是真的，一啲都唔假。我哋嘅问题全喺专心唔到，一心唔止二用，太多用途啦。我哋嘅精神集中唔到，意念集中唔到，都系妄想杂念太多，所以功夫唔得力。知道好多人知道，但系回唔到头。古人有句话讲：生死心唔切。呢句话讲得太好啦。真的，我们没有将生死看清楚，到临终时还是随业流转，将往生记录世界忘记了，这样才可怕。我哋喺日常生活中，念念都要求生净土，将佢养成习惯，咁问题就解决啦。唔养成习惯唔得噶。印光大师系我哋最近嘅一代祖师。老人家闭关念佛，他的关房我去看过，非常简单，简单到不再简单了，就供一尊阿弥陀佛像，佛像不是很高大，我印象中大概只有尺零高，木雕的。一张方台仔，一对竹台，一个香炉，一个磬，一个木鱼，再供一杯水，其他冇了。非常简单。佛像后面写了个大字，老人家自己写的死字，就是古人常讲的生死时代。他一抬头眼就见到佛像后面就是个好大的死字，警惕自己，死了点好？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就到三途去了。修行上世，来生得人身，好似是理所当然的，未必啦。点解啊？我哋自己冷静回光返照，谂下自己叫做喺度学佛啦。到底学到乜嘢？
自私自利冇放下，口业冇放下，身业冇放下，意业亦冇放下。用十善业道嗰十条，认真去谂下。我哋就发现自己唔够格啊！我哋喺度做业，身做业，口做业，口系最容易做业嘅，而贪嗔千万疑。好多人自己做业，自己都唔知道点解呀？养成习惯啦，日常生活中认为我系理所当然嘅，我就系咁嘅，唔肯认真改过自身，最后边个蚀底？自己蚀底。所以呢度亦系灌顶法师讲嘅，佢老人家注解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，我同各位报告过，我以前讲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嗰段经文嘅时候，就用佢老人家嘅注解。佢注解最后一页，提供我哋做参考。念佛人一百种果报，第一条就是无间地狱，我嗰阵时喺台中跟老师学经教，我对呢一句就唔懂啦。念佛人就算有过失，亦唔至于到无间地狱，点会咁严重？我捧住书去见李老师，向李老师请教。李老师一睇就讲：呢件系大事，我唔可以同你一个人讲。我讲经嘅时候要同大家讲。我就等佢讲经嘅时候，真嘅，佢对大家讲，大师头一个系堕地狱，最后一个系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。中间的差别都是未得到专心，妄想太多，杂念太多了，从早到晚口念弥陀，心散乱。散乱不要讲了，散乱心造业，造业自己唔知道，损人利己，仲有损人唔利己，习气唔改点得啊？
要点先如法，就是海贤老和尚同我哋做嘅榜样，一切事一切处嗰句佛号冇抌到，咁就啱啦。我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冇杂念。有事做事，有人来向你请教，你可以劝他念佛，劝他断恶修善。完了，佛号就起来，未曾丢失一句真念佛人。不是这样念佛的人，哪能没有过失啊？过失好多，冇能力降服烦恼习气，亦即是话佛号时时断咗，时时忘记咗，嗰啲杂念仲时时谂起，呢种事情麻烦啊！唔警惕唔得噶，所以我哋见佛像好似见真佛，听到佛号亦听到真佛，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能生得起嚟。时时保持从早到晚，夜晚睡觉发梦就丢失了。发梦点解唔念佛？梦境对修行人来讲是好大嘅警惕，点解会发梦？科学家讲，潜意识里头嘅妄想，喺佛法嚟讲，阿赖耶里面习气种子起现行。我哋点先能念到发梦嘅时候亦念佛，证明你嘅心专一啦。咁嘅人绝对得胜，呢种系真念佛人。世间嘅事情随缘，随得佢啦。唔好理佢，呢一点系我哋唔可以唔知道嘅。我哋继续向下睇。由上可见，光明无量是佛身德。好啊！而此光明实为利生。我哋调转嚟睇，实为利生，所以先有光明。呢一点唔向佛学唔得，我哋起心动念系利益众生，
光明从边度嚟嘅？发生嚟嘅？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光明是如来的智慧德相。是我们自己报身里面本来有的。能大师讲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光明德相，为利益众生，不是为利益自己的。贤公和尚为我们表法住世112年，是为自己吗？不是，为利益众生。念念关怀众生，众生在六道里头造业受报，点利益他，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就是利益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心？阿弥陀佛，这个心愿从来没有间断过。他关怀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六道众生、十法界众生，点去帮助他？必须要以身作则，做出榜样俾众生睇。佛喺法界虚空界无处唔现身，现无量无边身，现菩萨身，现声闻身，现天人身，现修罗身，现罗刹身，现人身。应以咩身得道，佢就现咩身。佢喺蚁道里头现蚁身，全是度化众生。没有一定的身相，没有定法可讲。所讲的法无非帮助他过悟，帮助他回头。所以我们对佛法不要执着。我们现在受持这个法，信愿持名，真信切愿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记住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不要有夹杂。夹杂就错了。故云：48愿全显
法身，又云一一誓愿为众生故。呢一点我哋要记住，我哋应该要学，唔好为自己，冇自己，要用呢个身上求佛法，下化众生。咁身上功德就大啦。点解呀？上求下化依佢，你依呢个身，身虽然系个假嘅，借假受真。就咁嘅意思。再睇下面。第十五愿，寿命无量愿。呢一愿亦系善导大师弥陀五种大愿真实愿第三个。呢五种真实愿，第一个系第十二愿，定成正觉。第二个十三愿光明无量，这个是第三个。第十五愿寿命无量，后面第十七愿诸佛清叹，第十八愿十念必生，善导大师讲，呢五愿系四十八愿嘅核心。请睇经文：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。呢、这个科判里面，应该就系呢两句。下面国中声闻天人无数，是第十六愿。十六愿有声闻无数愿，所以它应该摆在下面的。再印的时候要将它改翻正。这里只是我作佛时寿命无量。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此章含第十五愿、寿命无量愿及第十六愿、声闻无数愿。至于寿命无量愿中，既指佛之寿命无量，兼明国中无数声闻天人寿命亦皆无量。今此一愿在翳译分为两愿，可见今此回本之四十八愿所涉弥陀愿德，广于任一古译。同五种原译本比，这个版本确实讲得最周全、最圆满。任何一个版本同发大誓愿第六比，都比唔上。列第六品汇集得太好啦。喺序文里面我哋见到呢一品汇集
是三位大德参加的。下年居老居士慧明老法师、梅光熙居士三个人好像用了三个几月时间先完成这一品。这一品是无量寿经的核心。无量寿经里头最重要就是这一品。这一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。释迦牟尼佛将这句话转给我们，转述给我们。是弥陀亲自讲的。所以在艺译本里面它是两元。我们希望下次再印的时候将它改翻正。